而恐龙电影《侏罗纪世界》那么惊吓上映之后，票房也是大丰收，全球收入超过了15亿美元，已经跃居世界史上票房第三。环球影业今天宣布要再拍续集，男女主角续集将会继续担纲演出，史蒂芬·史皮伯也会担任执行制作，导演科林·崔佛洛将会担任编剧，续集的正式名称跟导演人选都还没有公布。